还有一个就是，我还有一个没讲到的重点，就是一个月相跟冲浪的一个功能，就是这个是 GBD 100才有的功能，GBD 200这个型号是没有这个功能的，就差这个功能啦。就是你可以看太阳出来的起来的时间啊，太阳下去的时间啊，潮汐呀。应该是什么浪最高的时间吧，就是月亮越靠近，然后浪就会越高，所以你在冲浪的时候就用这个，你就可以比较知道哦，我这个时候浪比较多，比较高，我们就可以去冲浪喽之类的。这个正常人应该是不太会用到的功能了，是。我们就直接来连手机看看，因为月亮，我们就是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连手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连手机 App 看看啦。因为这个太阳出来、日出跟日落的时间也是会依照地点不同有所改变，所以我们就稍微连一下看看，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连一下我们手机蓝牙看看啦，来设定一下，因为月亮、太阳这种相关的资讯也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连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连一下蓝牙玩玩看啦，因为太阳跟月亮的资讯其实会依照各种不同的地理位置有所改变，所以我们就稍微连一下看看，玩玩看。